个孩子啊，今天是六天了还是七天了，我也给忘记了，这两天忙糊涂了，六七天吧。嗯，然后今天我刚才喂完小家伙之后啊，然后他不怎么去吃奶粉了，突然性的就不怎么吃奶粉了。然后呢，咱接下来我就看看他这小家伙今天自己找奶还能不能找上，好吧，看咱妞妞大美女的颜值。就开动，姿势一摆好，哎，怎么样？现在妞妞我怎么动它，它就没事。我给你拿，慢，躺下，妞妞，躺下。哎，你看慢，现在是我怎么动它都行。咦，孩子还没来呢。行了，别表演了，你想给大家表演个翻身是不是？自己找。往这儿吧，我把底下的也拽出来啊。然后愿意吃上面吃上面，愿意找愿意吃下边吃下边，找吧。今天我就负责看着，我不动手。别吃那小的没水儿。活力满满，现在是啊，就看看能不能找上。抢他几粒，咱让他吃这个吧，咱吃后边的。嗯，自己去找，这我给你放好。哎，吃上了吧，吃上一个成功一个，哎，成功两个，成功三个四个，一秒钟自己找上奶了。但前面这个奶头小啊，说实话，咱不吃下边的，奶头也小，咱吃这个的行不行？这吃，这你要不吃这个？哎，他找不上，看你牛奶了吧？哎呀，还得找那小的，来，那你找这个，放它中间，行吗？其实这一刻大家心里肯定在想，你帮一下他，你看，差一点，加油。看这个啊，这个稍小一点，快了，哎，加油，别动，躺下，哎，呀，找奶的这个过程很艰辛，我们小宝贝儿啊。回来找这个，找啊，加油！这个奶嘴啊是扁的，大家看吗？这个奶嘴，哎呦，好难呐！你看啊，快了！这个是扁的，我怎么给它弄？你知道吗？你看这个小狗的斜着身子，来。吃上了吧，来张嘴，哎，吸上了，他们现在我一个手就不用俩手了，可有劲儿了，哎，找半天累得不行。
他要是找后边的这个啊，你看这个啊，这个是前面这奶头最小的，没啥奶，我给他拿过来，那放这儿看他能不能找上。这仨呢随便找一个自己找。啊，快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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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放这儿放这儿。你看他就找不上他就放弃了。找。你找哪儿啊？找，看看，找上了吧？看看我们辛苦不辛苦？吃个奶，你俩又吐出来了，嗯？这小尾巴撅的，你看，吃不好了应该。你看现在这吃母乳啊，能吃到这么肚大如球的这种状态了，你看。第二次吃能找上不？第二次就容易了，可能这个奶嘴上面有它的口水了，它找的话好找。就第一次没有口水，可能去吸的时候不好吸。看这边这个没，它自己找上了有。后头它小，它一找就找上，就是中间这两个奶水还多，然后奶头还大。嗯，对，招呼一下，你看没，又吃上了吧？他正好躺着，人家我给你助力，这塞一下往里，哎，塞一下塞一下，你这样啊这样，吃吧，个头也长了，现在吃奶也够得着了。总体来说，这七天的算七天吧，今天我也不忘了六天，然后七天的小家伙真的长得个头不小，看得出来他的长个。你看你这姿势，这会吃奶了就这样啊。突然不吃羊奶粉了，而且还肚大如球，大家猜猜是不是母乳吃的很到位啊？很棒很棒。这姿势你看，底下的也在用力吃，上面的躺着也在用力吃，不容易呀。这差不多今天算是度过危险期了吗？大家说，大家评论区告诉我啊，这算是度过危险期了吗？评论区见咱们啊。